这个到底念净糕还是念赠糕呀，姐妹们，咱没有去过西安，但是西安的特色美食净糕咱们一定要尝一尝啊、哦！日常29.9块给咱们发10盒，是不是都感觉已经够便宜的了？现在你再点开链接看一下里面的价格，26.9块到时候给咱们发12盒，一盒才合2.2块。你去饭店点一碗白米饭，是不是还要你2-3块钱呢？咱们这个一盒是大颗重的啊、哦，210克，打开袋直接就可以吃，无需加热，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口感。你看它上边这种豆啊、哦，特别多，有蜜枣、红枣，还有芸豆，都是这种大颗的，里边都是这种黏黏糯糯的，特别的香。里面添加了红糖，吃起来就是那种浓浓的红糖的味道。你就这样直接吃，就是那种糯糯的口感，特别的好吃。每一个里边都配一个这个小勺子，还有这个开口器，一拉就行，特别的方便。这个配料里边没有任何添加剂、防腐剂，特别的健康，咱们就放心吃。就是你家里边老人牙口不好的，这个也可以吃啊、哦，因为它是糯糯的，一点都不会不好嚼。而且你看它每一碗里边的这个料啊、哦，特别的多。这2块钱一碗，你说这也太合适了。主要是他们家这个是真的好吃，爱吃净糕的我感觉就没有没吃过他们家的。最开始的时候是29.9块给8盒，然后给10盒，现在已经卷到给12盒了，而且是26.多。咱们没吃过的可以拍那个19.9的选项，给6盒，你尝尝好不好吃，如果你爱吃的话你再回购。如果你是女生，你爱吃甜食的话，我感觉你肯定会爱吃这个。它里边这个料真的是超足啊、哦！你看，它不光是上面这一层，它里边也是有这种红枣的豆的，一大颗的芸豆，吃起来是那种面面的口感。嗯，太好吃了！它这个枣有红枣，还有蜜枣，是2种。咱这个都是零脂肪的，姐妹们啊。每100克的热量只有100多卡，你就当个主食吃，当一个解馋的小甜品，这不就是咱们中式的小甜品吗？是不是？嗯，这料给的也太多了，这豆啊，是不是？咱们自己做也割不了这些呀。啊，还有葡萄干儿，有哪个女生能抗拒得了糯叽叽的口感？